新人培训，这个新人特别想了解你。不是我没有，我不想我。你把今年设计展主推的设计师嘉文的策划案，周五之前给我。好。两次了，不对，是三次。 这张单子能去哪看啊？前面转弯，最后一节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烧退了，其他的指标也一切正常，应该可以安排切安排手术。你去通知一下。好。另外，三十六床的病人，他的报告你得尽快拿给我。哎，是你啊。 不是锦，你这不合适吧？什么不合适啊？我怎么了？是，我知道林睿是挺好的，但是你这成天跟着他也不叫事儿吧？我什么时候跟着他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得注意影响。你说你跟小姑娘吧，你这脸皮怎么能这么厚，对不对？你看人林睿每天都忙得脚都不着地，哪有空搭理你？我到底怎么塌了？你们至于个个都这样吗？ 我在你们眼里就那么没脑子、没良心，在我爸生病的时候，我要去查一个男人是吗？那是知道的。我是要问这个地方怎么走。谢谢。你们说，新婚夫妻的蜜月期应该是什么样的？ 我不知道主人，我没结过婚，但是吧，他也一定是如漆似胶、亲亲我我，眼里根本放不下别人，就像恨不得像连体婴似的。你还如漆似胶，那叫如胶似漆，连话都不会说。你也别看我，我也没结过婚，我觉得至少不能不让人知道你们结婚了吧？嗯，你黑个。<笑> 设计部帮你们多做几个效果。林先生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刚刚那批货要重做防水测试，记一下。行，我登记。这批材料的数据单呢？
对不起，小陆总，我现在立刻去拿。一会儿我们检查一下那边，你们先过去看一眼。好，坐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想看看你工作时候的样子。医院这么忙，不用值班吗？你有急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啊，没有，今天休息。那等我下班吧。嗯。直接把数据单送到 B217，我们去那儿检查。结束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说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？没事，我在等你下班接你回家。笑什么呀？不要以为随便对我笑笑就算了。嗯。方宁。嗯。我认真的想了想啊。这灯怎么关了呀？啊。嗯。姐，灯已关，门已锁，弟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陆方宇那小子肯定是想给咱俩制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那我们现在……这里只有早上才会有人来开门。那只能在这儿待一夜了。哦，是吧？那我带你去个舒服的地方，走吧。哎，你走慢点呗。前面马上就到了。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对这儿很熟悉啊。当然了，这里是我看着一点一点改造出来的。当时我刚进陆明的时候，当过仓储员，当过销售，每天上上下下跑几百遍。当然现在我每周也都会来一次，所以我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我要去的地方。哎，上次不是说这花盆别放在这儿了吗？怎么还搁在这儿？陆芳明啊，快干嘛！吓死我了！谁让你刚刚先吓我的？一点都不害怕。我也不害怕。你不害怕？那你抓着我干嘛呀？我那是怕你害怕。你不是说前面就到了吗？怎么走那么久？马上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别怕，有我在吗？我不怕。马上就到了啊！哎哎哎，你走慢点。你走慢一点儿。这里呢，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家居客厅体验馆。哦。模拟了一个在家的感觉，让顾客更有真实的感受。坐吧。哦。平时我们员工也会在这儿休息。哦。对了，那边那个沙发呢是展示品，但是已经被我们客人订出去了。
所以是不让试坐的。你就委屈一下，先坐这儿。没事，这还挺舒服的。给。谢谢。这里呢，只有薯片了。下次我再让我的员工们去订一些更好吃的东西。没事儿，这样就挺好的。不过应该也不会有下次了。啊？没什么，吃吧。哎，累死了。我们要不要找一点别的事情做？做什么呀？来，我们来玩这个吧。赢了的人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，对方不能逃避，也不能有所隐瞒，这样可以增进我们对彼此的了解。不玩，我对你没什么感兴趣的。来吧。幼稚，不玩。我先出了，该你了。想好了吗？别催我，玩游戏也是讲究战略的。好，那你慢慢选。你吃薯片的声音小一点，影响到我的思路了。哎，你输了，我赢了。你问吧。我嘛，对你没什么想了解的，我也不知道问什么，随便问一个吧。你对唐平到底什么想法？唐平？没想法。那你在医院跟他？他的父亲肺部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阴影，拿着片子来我们医院，而这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，所以就收治了。没了，就这些。继续。我又赢了，果然厉害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很厉害。问吧。你为什么那么突然的决定跟我结婚啊？因为我想帮你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又没了？你这耍赖呀，你这是。我没有说谎，也没有回避。继续。输了。该我问你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想和我结婚？除了工作上的原因，还有别的吗？哎呦，当然是为了要和你生个孩子呀，但是又不能让他知道，又不能说谎，不能回避，那该怎么回答呀？因为我想跟你有更深入、更深入的联系。还玩吗？我有点困了。那不玩了。看电影吗？路上人家也敢上？妈呀，我那凄凉的呀，就是鬼胎都不让我们上。
小鹿总，老公，嗯，上班了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嗯，挺好的，做了一个蛮不错的梦。你呢？我也是。哦，刚刚我看你是早就醒了吧，在那儿故意跟我装睡。嗯，刚才太尴尬了。这里不是你的地盘吗？你比较适合应付这样的场面。哦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嗯，小马，
陆总，以后关门之前务必确认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人，一定要保障人和货物的安全，知道吗？是是。处理完了。嗯。你一会儿有事吗？要不你送我去医院吧。我送你去医院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要不去医院吃早饭吧。嗯。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，你定吧。那给你尝尝我们医院的杂粮粥，再拿几样点心。可以。你找个位置坐吧，我去拿。哎，一起去吧。好。谢谢。谢谢李姐啊。去吧，还想吃点什么？去。不行，赶不上。谢了。他是谁？不行啊，你认识吗？还有什么？去吧，去去吧，你去，你去。林主任。嗯。来吃早餐啊？哦，对，你好。谢谢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太太。林婶结婚了？嗯。啊，好，走吧。谢了，李姐。哎，没事。说过他结婚了呀。那是他老婆。想坐哪？知道。就是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没听说过林氏是为他妹妹的。哎，你看，挺漂亮的。听说林医生早就结婚了。是吗？嗯，吃吧。吃吧。真的。哎，林瑞，你结婚了呀？这位是你太太？啊，对。恭喜恭喜啊！啊，谢谢。蛮好喝的。嗯，尝尝点心吧。嗯。林主任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林太太，早上好。这林太太可真漂亮。谢谢。哎呀，在这儿都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呀。我应该向他们主动介绍你的。嗯，不用不用，我开玩笑呢。在这里你比我厉害，不会有人再说你是我陆芳宁的老公，大家都会说我是林医生的太太。林太太，这样挺好的。从医院的角度讲，我确实比你更有家世。芳宁，我其实不太喜欢被人多加注意，所以就没有跟同事提过结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会这么……对不起啊。没有啊，我没在意。还有，嗯，外科医生理论上不能带任何食品，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进行手术。不过今天没有，我以后也会尽量带上他的。我也不是非逼你一直带着，在医院你当然可以不带呀，就是回家的时候带一下就可以了。一会儿吃完早饭，我正好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带我在医院转转吧。好啊，吃吧吃吧。哎，我这样不会耽误你工作吧？就一会儿，没事儿。那这样呢？可以。哎呦！哇，这嫂子啊！高岭夫妇这是要公开了呀！
对嘛，这才是蜜月呀、啊！上次婚礼太匆忙了，我还没有来得及问怎么称呼你。啊，卷毛。你看他头发这么卷，就叫卷毛，容易记，叫卷毛就行，亲戚。我们大家都叫他卷毛。那大嫂，我叫杨金，叫我小杨就好。大嫂，我叫萌萌，大嫂叫我小青就好了。太乖了，你们。等一下啊。嗯哦，找什么？哦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们发个红包。哎呦，大嫂真大方！大嫂你太客气了，大嫂我可以多叫几声的。哎呀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也能叫啊，因为对不对？先别叫，我今天没有带红包，下次再给你补上啊。行，那提前说声谢谢啦，等不及。你们都没工作是吧？哎，行，这该叫也叫了，红包也没得拿，狗粮咱也吃够了，撤吧。拜拜，大嫂。拜拜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。那你呢？嗯，我一会儿还要处理一点事情。好吧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。所以说还是要及时来检查的。爸爸，你看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女儿，你爸我不是病了吗？放您过来看看我，你看人家多懂事。唐叔叔，你就放心吧。林瑞呢是这边的外科一把手，有什么事情你就找他。哎，那个，方宁，林医生的事儿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介意了。我跟林瑞呢，都老夫老妻了。唐叔叔，你有什么事情呢？就让唐平去联系林瑞哦。不过如果你觉得唐平又不靠谱又不懂事的话，找我也是可以的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我先走了啊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再见，唐叔叔。我是来看望唐叔叔的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作为女儿，你不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吗？嗯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没看我来了之后，唐叔叔整个人都安心了许多吗？唐平平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一些，懂事一些？自己的爸爸都生病了，还让他担心受怕，你去做别人家的小……你说是那个字？嗯哼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，不要牵扯到其他人，好吧？恩怨？我们俩之间有恩怨吗？恩怨是要讲输赢的，我们有吗？嗯？以后别人要问你是谁呀，你就说你是林太太的朋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心情真好。你，苹果好吃吗，小陆总？姐。中午好，好，姐，怎么样？拿下没有？嗯。哎，我帮你吧。挺好的。挺好。嗯。姐，你说昨天那事儿，我办的妥不妥？是不是得谢谢我？嗯，我是准备好好谢谢你。我已经跟高尔凡打过招呼了，从今儿起你就调回我们陆明总部吧。回总部？嗯。姐，我不想回总部，你看我在卖场待着又踏实又能学到很多东西。嗨，我觉得以你的人才在卖场简直是大材小用。播好了吗？哦，快了快了。哎呀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回总部之后呢就去做前台吧，也不算这个苦差事。前台？哦，你没有弄错吧？姐，前台是不是24小时都得站在那儿，而且根本就学不到东西？嘿，怎么说话呢，前台怎么就学不到东西了？再说了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算是给你升职了。姐，加油，好好干。从今天以后，我就可以24小时看见你这张可爱的小脸了，我亲爱的弟弟。姐，加油吧。前台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去跳舞啊？啊。组长，这个配色可以吗？
觉得挺好的，多符合嘉文的设计气质，多吸引人眼球啊。你这提案还自带语音讲解系统的，这不是怕您不能欣赏吗？过了。这么突然，这么惊喜？啊，因为你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代表我们团队去楼下的西餐厅排队，快去呀！哦，啊，要不然没位子了。就多多关照啊！啊，一定客气什么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啊，是吧是吧。对了，老爸，就是复杂又神秘，帅气又多金，冷酷又孤独。可不就是完美男主角吗？一遇上我就倒霉。哎呀，这熟悉的套路，难道我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女主角？愁死了！不行，那我得帮忙。反正你们俩一起美女，我也放心。你不光顾着吃这个呀？来，多吃点肉，吃肉。我知道。你看你这么瘦，你就该多吃点。是办好出院手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这儿可不欢迎回头客啊！什么回头客？去，林医
生，我这次来是专门跟你道别的。哼哼，好伤心。关于婚礼的事情，我欠你个道歉。对不起，还有我爸爸的事情，我要郑重的谢谢你。所以我想，之前不跟你说来着吗？我们不能收红包。什么红包？去！我想送你面锦旗。啊，姐姐可以，姐姐可以，她之前也收的不少了。那我能给你拍个照吗？你别自拍啊，我帮你拍啊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行。这个字样，怎么，多衬你啊？拿着，拿着嘛！哼！来，怎么样？好，完美。那个，你干嘛呢？不是有病人等着你吗？你赶紧去啊！对，唐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后面还有病人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林医生，哎，你手机手机。哦，我看看拍的怎么样。你怎么就拍我一个人啊？不，你说让我拍，你也没说非得带着灵瑞一起拍啊。你怎么拍？应该拍两个人啊，谁让你拍一个人了？是你没说清楚，这不能怪我了呀。你废物！这红色锦旗到底适合他呀？志凌瑞医生，你是白天黑夜永不落的星，悬壶济世散落人间的光，人心怀四方，关怀似亲眷，妙手回春医百病，热心济世暖万家，你最美的患者家属唐平。你的天哪，这不同寻常的内容啊。还挺不错。《幸福指南》第五条，魅力不够，厨艺拉走。哼，你不是想和我保持距离吗？喝我一口汤，啊，不算违约吧？我如此的贤惠大方，看我一眼，你能不心动？我回来了，在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刚刚想到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上次去你医院给你送宵夜，你不是没吃上吗？尝这个汤。你做的？喝吧。哦，我先洗澡。嗯，谢谢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我，那个我忘了把浴巾拿进来了，能帮我送一下吗？
老公，快点啊！老公，我够不着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林蕊，林蕊，那老公我出去喽，我出去了。怎么了？喝这么多水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口好渴。呀，是不是穿多了？脱一件吧。没事，可能是感冒了吧。感冒啊？哎，我今天新换了一个洗发水，你闻闻看能不能闻见味道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是洗太久了，有点头晕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林瑞，干嘛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突然特别热，出了好多汗呀。老公，独自走过。